弟，吃不胖的小姨妈来喽！今天呢，我儿子又给我调了漂亮的果汁，他说我嫂子不舒服，让我多喝果汁，你觉得对吗？那我们就开始吧，先喝哪个呢？好想吃海葡萄，你吃过吗？好好听。不愧是我亲儿子，比较贴心，还有带了一个自然吸管。甜甜的味道。好好喝，干个杯，这杯留给我儿子喽。下个视频，猜猜我们喝什么颜色的果汁呢？